今日有咩潛力股可以同大家講講嘅咧？咁啊，呢只啦，呢只咧就東亞可以留意一下啦嚇，因為咧都有消息出售個人壽業務啦，就出售完成咗啦。咁啊，有啲錢翻嚟嘅。咁技術上咧，佢咧就有少少向好跡象啦嚇。首先佢突破咗你下降軌噶啦。而且咧，佢呢度咧就形成咗咧個高低位咧就大致係向上移。當然呢只唔係呢個唔係好強勁嘅升勢，但係咧見到低位向上移，咁呢個位咧就好似形成一個支持區咁。咁而家最重要的位咧係幾時先確認咧？就轉好咧，咁啊真係一個比較好嘅升勢出現咧，就要睇下呢個前浪頂或者佢密集區啦，小型密集區嘅頂部能唔能夠升穿啦？大概咧就13.46，如果能夠升穿咧，就可以出現一個短線嘅比較好啲嘅反彈啦，至少嚇，即係確認短線咧就轉翻好啦。咁啊，當然中線係咪要轉強咧？要去到呢啲位穿咗先叫轉翻強。但無論如何，如果穿到13.46又企喺上面咧，咁有機會咧就轉好啦，咁啊向上挑戰咧一個下一級嘅阻力就係15.5，所以留意住啦呢只股份啦嚇，睇住能唔能夠穿到13.46，穿到嘅話咧一毫子到啊嘅單啊，穿到嘅話咧有機會咧就再早少少就向咧15.5咧就進發。